请欣赏相声《驯马专家》，作者王存利，由王千祥、李增瑞合说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是一匹乌骓马。乌骓啊，我晓得，我晓得，晓得吗？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？哎啊，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？啊啊，对对，他还挺内行。嗯，你好好看看。我看一看。啊哎，你这儿找什么呢？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？连脑袋都找不着啊！啊，对不起，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。哎，你把眼睛落家了？啊，不是的，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。哦，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。哎，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，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。是吗？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。哦，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。是的，是的。那你就好好看看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看一看。嗯。哦，我晓得了，晓得了。这个所谓的乌骓马，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。哎，全是黑的。好的，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。是吗？哎呀，你这匹马不合格呀。怎么？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。哎，啊，这马还长白头发呢？就是长的白毛。哎呦，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，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，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。啊，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呀，光学仪器。我和你讲，这个黑马长白毛，这是不合格的。我看你可太挑剔了。啊，我不能降低标准，我要严格把关，我不能大大咧咧、马马虎虎、稀里糊涂、乌噜巴秃、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。您听吧，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。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？哦，这匹马不行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那好，咱们换一匹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看没有，这是一匹黄骠马。黄骠，这种黄色多好看。嗯，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。那为什么呀？上级有指示，防止精神污染呢。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、黄色录像啊。啊，对呀。是吧？啊，对呀。你想啊，黄色的录和像都不可以，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？但这是两码事啊，这就是一匹黄骠马。黄骠马啊，我晓得，我晓得，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、秦叔宝骑那种黄骠马？对，就是这种马。好的，我看一看啊。你好好瞧瞧。我看一看，哎，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？哎，男马、女马啊，应当说儿马、克马，或者说是公马、母马，哪有说男女的呀？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。哎，没你这么尊重的啊。你这不像话啊。好，按照你这个意思，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？那还用问呢，千里马全是公马呀。公马吗？哎啊，错了错了错了，这一匹是母马。公马？母马嘛，绝对是公马。既然是公马，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？哎，哈哈，那是辫子啊，它那是尾巴呀。哦，对了，马是长尾巴的，多新鲜呢！啊，这匹马跑得怎么样？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，能不能让它跑起来？我看一看。可以啊。啊，对呀。哎，你看啊，跑得多快！哎呀，这匹马我不能要。怎么？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。啊？这马还有骄傲情绪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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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跑的时候啊，啊，老翘尾巴。哎。跳椅吗？是的。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？我和你讲 啊，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。夹起来？那是夹尾巴狗啊。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，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。是啊，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。我和你讲啊，就这种翘尾巴的马，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，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。
那是为什么呀？常言说得好啊，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那说的是人啊，人况且如此，何况马乎？还糊呢！我和你讲，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。那让他干嘛去？拉粪车。哎，拉粪车。嗯，拉粪车，让他臭美去吧。我这可是千里马，我要严格把关。这种翘尾巴的马，我是绝对不要的。啊，这匹马也不行啊。差一点。那个，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？这可是最后一批了，最后一批了。哎，好的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你了。哎，你看见没有啊？这是一匹赤兔马。什么马？赤兔马。赤兔马啊，品种不纯吧？怎么？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。哎，这专家什么都不懂。告诉你 啊，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他骑的就是赤兔马啊。我晓得我晓得，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？哎，对啊。这个马有什么特点？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，奔驰如飞。这种马，我和你讲啊，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。哎，千里马全是烈马。这个千里马呀，首先应当听话，听话要老实，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，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，我一批评他，他踢我两脚丫，我和马吵起来了，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？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。我和你讲啊，这个好马呀，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，更重要的是呢，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。什么？老绵羊的性格？是的，这样的马呀，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。您听吧，我这赤兔马也完了。啊，不过你不用着急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挽救它。挽救？我可以训练它。啊，那是啊，你是驯马专家呀。是的，我和你讲啊，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。哦，懂不懂啊？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啊。是的，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。哦，经过我的训练呢，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。哎，那你是怎么训练的？哎呀，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。哦，你可能听不明白。这个样子吧，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。哦，好的，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。哎，训我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，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。我是那代用品，行不行？啊，行，我豁出去了。好好，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。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。哎，我会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驯马器。驯马器？音乐家叫它指挥棒。哦，这个上面是带电的，这个电压是可调的，如果你不听话，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马筋，捅得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。这感觉好受不了啊。我这是为你好啊。还为我好啊？平时我严格训练你，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，我光荣，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。是这么回事啊？那现在就开始吗？我给你讲一下注意事项啊。还有什么事？要绝对的服从我。哦，要听从我的口令。好，面向我站好了。所以现在开始听口令啊，趴下啊。不趴下，不行。这个啊，不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？这不行。怎么不行？我这马是代用品，什么趴下呀、打滚、撂蹶子、遮跟头，这都不能练这个啊。不是，那练什么呀？练什么呀？就练点基本动作吧，什么向左转、向右转，这都好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就依你练这些个东西。面向我站好了。行，注意听口令啊。向左转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转错了。没错呀，我是向左转了。你那是向右转。哎，我这边是左呀。我这边才是左呢。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，你那边是左，我这边是左呀。你要以我为准嘛。哎，
以你为准。是的，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。哎，这你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那你怎么不讲道理？我倒不讲理了。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？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，你懂不懂？甭管对不对，都得听你的。你要以我为准。那好，咱们出来。好好好，站好了，面向我，注意听口令啊。想坐船，嗯，想入船，嗯，好，您说这多别扭啊。想后船，嗯，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？啊，咱不是以你为准吗？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。是啊，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。好的，训练下一个科目什么呀？拉磨。哎，拉磨。是的。哦，当驴使唤呐。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，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。现在就开始拉磨。不拉，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？我这是为你好啊。为我好啊。我通过拉磨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，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。通过拉磨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，美丽又大方。你听吧，他把这歌用得上了。好了好了，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，现在开始拉磨。不拉，这事儿我有意见。有意见你可以保留，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。拉磨。不拉。拉不拉？就不拉。讲好了，不拉。不拉。我可要电你了。电也不拉。我和你讲啊，现在这个电压是220，我要调到380。拉不拉？嗯，拉。不拉就加压呀。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？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，现在开始，注意节奏啊，预备开始啊。呛呛个起，呛起啊，呛动呛个起，呛起啊，呛呛个起，呛起啊，呛呛个啊。我不拉磨了吗？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，速度要慢一点，走得要稳一点，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。遇见这么一专家，我算倒了霉了。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。我笑得出来吗？乐一点啊！上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，还让乐，这不挤的人吗？这不是。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。记住了啊，脸上就这个样子啊，要保持住了啊，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。现在开始，预备起啊，呛呛个起，呛起啊，呛动呛个起，呛起啊，呛呛个起，呛起啊，来回拉，用力气，老实听话，守规矩，有进步给奖励，我喂你一块巧克力。啪！你这是巧克力吗？哎呦，卫生球。哎，卫生球啊。巧克力在这里呢。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？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。一手拿着电棍，一手拿着巧克力啊。不到半年的时间呢，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。对了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啊，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？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。哎，这家伙全变了色儿了啊。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。是吗？往那里一站呢，就跟别的马不一样。怎么站？你看他那个小耳朵啊，老是耷拉着。哎，那个大尾巴呢，老是夹夹着。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。是吗？不同凡响啊。他怎么叫？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。真成了老绵羊了。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。是吗？我一进这个马棚啊，
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请多多关照。挺客气。我往马旁边一站，这匹马呀，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，在我这个臀部上啊，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。哎呀，马拍马屁呀！我和你讲啊，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。你还夸呢，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。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，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。哦，参加比赛了。那天是人山人海呀。是啊，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。嚯，我一看这些个马呀，这次冠军我的了。什么叫你的了？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，全没看上。裁判员一声枪响，啪！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，一直是遥遥领先。跑着跑着，我一看坏了，有两匹马赶过去了，我可震急了。是啊，掏出我的电棍来，往马身上这么一捅。你再看我这匹马，立刻是精神抖擞，昂首挺胸，鬃毛乱炸，是一声长鸣。冲上去了，呛呛个气呛，又拉上挂了。